去，这针对性也太强了，卡得死死的。这一集说的就是我呗，孕妇凭啥不让上呢？上面刚刷完漆，甲醛超标。摄影师是为啥呀？我们这个稻田画涉及商业机密，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。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？按国际惯例，长发摄影师更专业。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？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。是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国法，村有村规，等你生了娃，等你剪发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，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。不愧我当时是临危不乱，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。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我们咋办的？金根栗子很高兴见到你，微亲不热闹，我最热情。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，那你就。